好了，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大鹏教育国画学院花鸟专项提升课程。我是你们的老师王川，现在呢可以看到老师切换到的"国画学院"四个大字，然后能听清老师的声音呢。现在跟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那个，对于课前不知道怎么进来的，我明天问问咱们学管老师，好吧？你们先不用着急，那个画的作品，我到课后也都会给你们发过去。刚才在课前呢，跟大家简单的互动了一下，就是问了大家有多少没见过芙蓉花的，这个还是有很多很多同学都没见过的，尤其是这个我很理解啊，就是北方的同学，这个见的这个芙蓉花呢，就算是见过啊，也非常少，因为它这个对于环境要求的原因，不太适合在北方生长。那么咱们这节课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是学习的芙蓉花的画法，课程名称叫做"素林烂漫火烧秋"。其实这个课程名称啊，包括这个画面内容，非常符合这个季节了。很多这个东北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这个一听我们这儿都下雪了，怎么还开花呢？其实这个芙蓉花呢，恰好就是秋季开的哈，这个在南方开的，现在应该还是挺好看的。就是我国庆节的时候呢，去这个成都之后，他们在那个街头啊，有很多的芙蓉花。回来我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芙蓉花呢是成都的市花。那么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家乡的这个市花是什么？包括这个它所代表的意思哈，你们都可以课后呢在群里同学之间互动一下，然后把你们家乡的这个市花呢画一画，然后你们到时候就跟老师总结个名单，看一看你们家乡都有哪些花，在剩下的十几节课哈，咱们案例当中没有的，我争取把你们家乡所有的花都交给你们画，好吧？那个我牛都吹了，你们就去准备吧。那个，这节课呢，咱们要学会的就是芙蓉花的画法，其他花呢，你们课后准备，然后组合成一幅完整的作品。先来看实物观察哈，这个芙蓉花呢，它的特点就是非常的讨人喜爱哈，很少有人繁这么好看的花呢。它的颜色不同呢，处理的手法应该也不一样。为什么呢？你像这种比较淡颜色的、比较粉的芙蓉花，咱们在表现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这种轻柔啊、饱满这种感觉给画出来。为什么讲轻柔还饱满了呢？那个你像咱们画紫藤花的时候，对不对？我说一定要淡一些，淡一些的颜色同样可以画出很多饱满的感觉啊。不要大，不要，不是那个大家想象当中一说饱满，就是说就想把这个颜色给加重啊，不是这样。利用一个非常淡的颜色，也可以同样把一项物体给表现得非常饱满的。还有就是要把它这种里边的褶皱和翻转体现出来，因为咱们在画芙蓉花的时候，大多数都会表现这种复瓣的啊，花瓣比较多，里边的这种变化也会非常多。啊，咱们在画那个山茶花的时候，我就给你们讲，那么画山茶花呢，它的特点，咱们一般都是画单瓣的为主，那么画芙蓉花呢，恰恰相反，就是以复瓣的为主哈，这样呢会使它的花头看起来更灵动、更饱满。你像这个，一个俯视角度看这个芙蓉花啊，看它的花瓣非常的轻薄。那么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花瓣上啊有很多的这种脉络，就像咱们啊，勾画的那个凌霄花一样，这也是它一个特点。咱们在勾画的时候呢，利用这种脉络的方向来体现出花瓣相互的翻转。你单纯的用颜色啊去画这个花瓣的时候啊，如果不勾这个里边的脉络，画着画着就画成牡丹了哈。所以呢，它跟牡丹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再就是它的叶片哈，待会儿呢，我给大家再看实物。在上课之前呢，我跑出去给大家摘了点叶子啊，我还以为这个芙蓉花还在开，结果去了之后叶子全干了，花儿也全败了，并且呢，我在这边找不到，找不到这个复瓣的这个芙蓉花，只摘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单瓣的芙蓉花，待会儿也给大家看看它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这种背面的芙蓉花，你看上去呢？啊，就像一块美玉一样，对不对？咱们在画的时候呢，就要把它这种特点体现出来。刚才哈，我勾画了一下，不如这个明显。
你看这里边的脉络，对不对？要把这个特征体现出来。再就是呢，它这种花瓣翻转，这种细微的翻转都要给它体现出来。这样翻转呢，能体现出花瓣的一个厚度，这种厚度是饱满的厚度，而不是这个花瓣单纯的一个厚度啊。这个花瓣，这个那个花呢，颜色非常的好看。你看这边的颜色呢比较淡，这边的颜色比较红哈。有这么形容，就是三醉芙蓉，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三醉芙蓉啊？就是它早上啊，这个刚开的时候颜色比较的淡，到了中午呢，这个颜色呢又会慢慢的变成粉色，到了傍晚呢，快凋谢的时候，快合起来的时候，又会变成红色，所以呢，就把这个芙蓉花叫做三醉芙蓉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品种。颜色呢，你们看哈，还有这种淡粉色，啊，偏紫的一个颜色。咱们简单的再看一下名画欣赏。上节课呢，我就给大家找了一张，船是赵佶的一张作品。那么这节课给大家找了赵佶的这张作品呢，应该就是他的真迹了。并且我在讲到赵佶的时候，也就是宋徽宗哈，那个讲到了他还独创了一种字体，大家看一下，就是瘦金体，有没有很熟悉这种那个写法？很多同学都很喜欢哈，就是把这种字儿呢写成钢笔字儿，是不是？也是很多写钢笔字儿的这个追求，能写成这么漂亮。对，不过呢，这张画可能芙蓉花看起来比较的小，对不对？因为年代久远，颜色呢没有那么鲜艳了。还有一张呢是元代王渊的，这张是水墨的作品。你们课后如果是经常见我的作品的话，也都知道哈，那个。我会这个水墨作品画的比较多一些，你看这个同样是用水墨也可以表现芙蓉花的，不一定非得用这个粉粉的颜色，绿绿的叶子可以画哈，利用这种浓淡的变化来体现叶片的前后翻转各种变化，然后呢花头就是以线去勾勒，然后去造型。当然呢得给大家准备两张比较喜欢的啊，带颜色的是吧，这个是王雪涛的，你看他在画芙蓉花的时候啊，颜色处理的比较厚重，其实呢他这个画法呀跟他画牡丹花的时候啊所用的方法其实非常相似，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呢给他增加了一些芙蓉花的特点。什么特点呢？里边的花瓣画的比较的碎，你看也就是这个花头位置，给大家勾画一下啊，你看里边这些小花瓣画的非常的碎，来来回回的有正有反，有侧有仰，对不对？然后呢就把它的花脉络给它一点点用白粉勾上。咱们在画这个脉络的时候有两种勾法，一个是用像王雪涛这样啊用白粉去勾，还有一种呢是用深颜色去勾，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咱们案例当中呢也是用白粉去勾的，你看这个颜色用的比较重，那么与之产生鲜明对比的一张哈是陆一飞先生的一张芙蓉花，你看他表现的这个芙蓉花特别好看哈，这个比较粉嫩的感觉呢很滋润。你像这个花头特别刚才特别像刚才咱们看的那个，我刚才讲三醉芙蓉那个背面的那朵花，对不对？你看这花瓣细微的这种翻转都体现出来了。怎么画呢？就是用颜色的浓淡对比变化把它表现出来。大家再看这个小框里的哈花瓣，这种翻转的地方呢颜色略微重一些，这种方法呢就像咱们荷花那一节课啊所学到的一种方法。下边这个鸟你们眼熟吧，是不是我课后给你们发的那个机灵鸟啊？这个机灵鸟呢我画的是那个黑白色的，好像是有那种黄色的机灵鸟，它画的应该就是那个品种，你们都可以比着啊去画一下。那么咱看看一下这节课给大家准备的案例哈。这个花头呢颜色还是比较粉嫩的啊，我想也是很多同学都比较喜欢的，所以呢它既然比较粉嫩，那么大家切记就不要把这个花头画得太重了啊。这个今天画花的时候颜色一淡不宜重啊。再就是呢里边有没有注意还一个勾线的芙蓉花呢，待会儿呢我也会按照实物慢慢的给大家勾画一下。现在呢咱们切换一下画面开始今天这个练习。这个机灵鸟不是那个机灵哈，你们可以百度一下。好了，现在可以看到老师切换到的画面呢，清楚看到老师双手跟老师回复一个数字六。
对，那个花椒叶儿同学说的对，是这个机灵，不是那个机灵鬼儿那个机灵哈。好了，给你们先看看啊，我上班不是给你们上课之前，一点收获。济南呢，我在长清区有条路叫芙蓉路，我还曾经呢前段时间发过一个朋友圈，我还说芙蓉路上真有芙蓉花，你看济南的芙蓉花就开成这个样了，这得让南方的朋友给笑话了，是吧？这还是单瓣的，我好不容易采到了一朵这么大点儿的啊。正常来讲的话，这个芙蓉花它可能可以开到像胶带啊这么大，一般情况下会开这么大哈，像这个咱们手掌心儿那么大一样，大的可能会像一个大巴掌一样。那么单瓣的呢，你看一二三四五也是五个瓣，特别像刚才有同学说自己家乡的花像木槿花是吧，这种单瓣小个的你看特别像木槿，感觉像盗版的这个芙蓉花。不过呢它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它你看花瓣上的这个脉络是吧，非常的清晰。咱们无论在勾什么花瓣的脉络的时候都要记住，你看它外边是不是越来越宽呢，都是往里去收的。同样你们可以联想一下，把它当成一朵凌霄花，你看看你勾的脉络对不对呀。不要，你看很多同学这样平勾很平齐的，这样是错的，都是往花心里去收的，这个角度。然后它的叶子更是大了，它的叶子质感呢有点像向日葵的叶子啊，有点毛茸茸的感觉，看似很光滑啊。这个叶子的特征我得好好给你们讲一下，咱们今天呢就从这个叶子开始讲哈。哇塞，这个我群里我经常会发那个我的作品，春晓芝同学，我在教你们之前就这个经常采花了。好了，集中精力看一下哈，我先用个淡墨哈给你们勾画一下，想了解一下它的特征，免得你们把芙蓉花的叶子画成葡萄叶子，画成葫芦叶子，画成丝瓜叶子，这都是有可能的。我发现呢，我教过的这个班的同学这个画的叶片总体来讲哈还是比较生动的，尤其是画到这种叶子的时候会区分它们的不同。你看我就给它照着这片叶子吧去勾一个，我当然也是勾个大概哈。哎，总结的还挺好呢，说像葫芦叶子。对呀，它们都是属于叫什么呢，四齿五裂，咱们经常提到过呢，就有五个尖的这种叶子。你们有没有发现芙蓉花的叶子呢，其实哈它其中的上方这个地方并没有像丝瓜叶葡萄叶裂的那么狠，对不对？所以咱们在表现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口啊，也就这个口不要画的太开了，主要是凸显出下边这个尖儿，这个尖儿，而不是说呢把这个口给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是这个口，这两边稍平一些，这是它的特征哈。刚才有同学讲了葫芦叶子，葫芦叶子是什么样的呢，是你把这几个小尖都给它去掉，有一个非常不明显的这种裂，这是葫芦叶啊。你看这是葫芦的叶子哈，所以呢它们之间是有区分的哈。如何体现在画面当中叶片能更加的生动，就是这种细微的变化不能一概而论啊。虽然说它们长得差不多，比如丝瓜的叶子，丝瓜的叶子呢是比它更夸张，这个裂口呢更靠里，
刚才葫芦叶子是这种圆的，对不对？丝瓜叶子呢，这个开口会更大。这是那个丝瓜的叶子啊，比较的尖，所以呢，咱们在画本节课叶子的时候，啊，怎么去画？记住，不要把这个口画的太开了，平齐一些会更好，稍微有点这个弧度。那么咱们用这个大的毛笔哈，提斗毛笔开始上战场了。你们准备好了吗？还有这个同学没有提斗毛笔的吗？就用自己大号的这个提斗毛笔就可以。你看，咱们就可以用画葫芦那一节课的用笔，然后呢，给它再加个尖儿就是了。调墨的时候，你看我怎么调，笔尖儿去蘸点墨，这么去调。虽然是用大毛笔，而笔尖儿去蘸墨，然后呢，毛笔一侧去调墨。让整个毛笔呢一侧充分把这个墨吸进去，这个时候无论你怎么挑，你笔尖的墨绝对是最重的，对不对？那么笔尖最重的呢，你如果不想让它特别突兀的话，当你这样去最重的去画出来之后，应该是这边比较重的，对不对？我刚才呢是笔尖去蘸了点水，用笔尖去蘸了点水，这样呢它这个这一笔下去之后变化呢会更加的丰富。咱们呢就按照这个叶子的外形，这片叶子呢比较的小哈，正常的话都跟这个差不多，应该比这个还要大一圈。这个看来是这个在济南除了人个高，其他这个花啊开的都特别小。大号剃头笔里边的毛啊，一般都是尖毫居多哈，羊毫也比较多，但是那个狼毫的这种比较少。你们知道为什么狼毫的毛笔没法就没大有大的吗？有没有同学能明知道？好了，咱们画上一片，可以先画中间啊。总之呢，你就是把这个叶子的外形啊，给它塑造出来，用尽少的笔触。当然呢，表现出来它会有略微的夸张哈。如果你想把它塑造的非常像的话，那么这片叶子在画面当中肯定是比较丑的。那我也可以把它一点点的塑造的比较像，哎，给它加个尖儿，然后呢一点点的去给它描，对吧？这样呢用笔的笔触它就没有了，画面呢就会感觉特别的生硬。不要这么去一点点的描，就用这咱们这种大的笔触给它概括出来这个形。什么叫写意画，对吧？不是不吸水哈，你们想一下，那个狼毫毛笔啊，你要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不对？你要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材料之后，你就明白了。首先它这个毛啊不太好找，对不对？还是有限了。那个长度它是有也有限，你像那个你们都知道是吧，就是那个黄鼠狼的毛，所以它那个毛长度是有限的，肯定是没法做那个很长的这个提斗的毛笔。如果你去买毛笔拿出来一个很大提斗毛笔，人家给你说狼毫的，那你肯定就信都不用信，是吧？一看就是满嘴跑火车骗人的。就算是哈，
也会特别特别的贵。一比，你看，遇见这种非白的地方，可以先不要管它。你看，我就刻意的哈，把这两边的尖儿给它体现出来。那么这边呢，我故意给它处理平了，而不是说两边都要把这个叶子尖儿给它画出来。为什么呢？现在我把这个叶子放给你这个平面这么去看，肯定是看得特别清楚了。那么它在户外的时候，有可能是这个角度，对不对？也有可能是这个角度，也有可能是这个角度，啊，也有可能是背面，对吧？也有可能是这种，哎，翻转耷拉这个叶儿的啊，就各种角度都会有。所以呢，你不要画的太正面，太正面在画面当中出现的时候，肯定就是很僵硬、很呆板的。对，没有那么多黄鼠狼，对呀。我再画一个哈，咱们再用颜色画一个，好吧？我再画上一片叶子，你们可以跟着我一块儿试一试哈，哪怕是画不好的，先体会一下用大毛笔的这种感受，因为这个大的毛笔到目前为止使用的情况呢，不是很多。一笔，两笔。就是用尽可能少的笔触把它给概括出来。它还有一个哈，这个地方不要画的太平了。你看，它这个连接叶梗的地方，是不是这么哎凹进去的，是吧？这个叶子画起来好不顺畅。好，我给你们换一张纸。刚才那个纸呢，阴的特别厉害，给你们换个不是很阴的，然后呢，你们看的笔触可能会更加清晰一些。对于这个叶片的结构，它的特征你们是了解了吧？这个是浓墨，看清楚了啊！我再教一遍这个用叶子怎么去画。当然了，用色的啊方法、用笔方法和用墨是一样的。毛笔笔尖或者毛笔这么笔尖的一侧去蘸点浓墨，看到了吧？然后在盘里这么调一调，笔尖如果觉得墨色特别重，那么你可以笔洗里蘸点水，一笔。笔尖我一侧去蘸了点水，然后呢推到这儿的时候，你想把尖收出来，从里边调整笔锋，看到吗？哎，调出来。那我再画一个，你想把尖调出来，从里边调整笔锋。如果你不调笔锋的话，画出来是什么样的呢？哎，就是这种平的，对不对？你看，它就没有尖儿。再画一片淡的，你看，毛笔推到这儿了，觉得该露尖了，可以从里边调整笔锋，调出来尖儿。还有一种方法呢是。哎，推过来之后，然后呢再给它这么去挑个尖儿也可以的啊，但这个尖儿千万不要太尖了。同样这边我可以用笔概括一些，两边不要画的太一样，所以呢有一边我就会更概括。现在咱们画的所有的叶片教给大家都是往这个左下角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呢也是大家用笔最舒适的一个方向。那么当然呢不可能只画这一个方向的啊，往这儿画呢也一样。
有一些飞白呢还挺漂亮，对不对？你看这个比较湿润，对不对？这个呢飞白比较多，墨色变化比较丰富。当一张画面当中你的墨色都一样，你的湿度都一样，它就会变得比较的平，明白了吧？所以咱们这张案例当中呢也要出现那么偶尔一点这种比较干的用笔。有些同学说这干的用笔太丑了，那么你看看自然物象当中这个口啊，不是我撕的，这口不是我撕的，我摘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有些飞白恰恰就体现出自然状态下它缺少的这一块部分啊，把它大的一个外形记到你的脑海当中，然后你画的时候啊具体是什么形啊就随它去吧，不要过多的修饰，好不好？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叶金啊，在勾叶金之前等它干一干哈，再教给大家这个叶片，不是那个带颜色了哈，花青居多，然后说烧几点藤黄就可以。对，还是一侧蘸墨，另一侧用笔。这个方法哈不是固定的，根据你自己的调墨的效果来决定。你的毛笔笔尖是尖的，说明你的毛笔好用啊，说明这个具备毛笔这个四德之一是吧，首先是比较的尖，你看我这个毛笔都用的太破了，所以呢没有尖儿了哈，你们不要羡慕我这个破毛笔。你的毛笔用上这个一两年，就凭你们这个作画的这个速度哈，我估计用上两年肯定还是带尖儿的。藤黄加花青，我这次呢没有去加赭石，你知道为什么吧？因为我刚才画这个叶子的时候啊，它里边多少都残存了一些淡墨，这个淡墨呢也会降低一下这个绿色的纯度的哈。当然了，这个淡墨加不好，它就很容易画脏。你看这些尖儿可以后来这么去补的。再画一片，是不是像葡萄叶的？没有尖儿的，是不是像你们学习的葡萄叶的？你看，你可以给它加个尖儿。它就是芙蓉花的叶片了。现在呢咱们再学习一下这个叶金的勾法。这个叶金的勾法呢一般在勾这个芙蓉花的时候啊，这个可以一笔带过主叶脉。记住在画葫芦那一节课的时候我就讲到了，它这几根叶脉呢都是朝着一个中心点聚拢的。其实很多画啊勾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就把它的主叶脉勾上。当然了，还是我讲那句话，咱们现在呢初学，所以呢有一些细节咱们还是得先给它深入进去才可以。至于以后你勾不勾那是自己的事儿，但是呢咱们还是必须要学。咱们就勾那个比较淡的啊，这两片就勾这一片吧，这个淡的大家看一下这个两边的细的叶金怎么去勾。对，蘸墨的笔反过来画叶子。但是刚才有同学就问到了，我说这不是固定的哈，你可以反过来去画，
但不反过来也是可以的。你们要自己多练多总结，而不是说每一个问题老师都能帮你去解决了。这个现在有点阴，在勾这个的时候也要注意什么呢？它的疏密变化。主要呢，可以把叶尖给它塑造的更仔细一点。这个地方，这两边呢就没有给它勾叶尖，为什么？这两边呢，它有可能这么卷进去了，对不对？没有这个尖了，卷进去了，所以呢，不是说每一个尖都要给它刻画出来，往往呢，下边勾画出两三个叶尖就可以了，这就是这个叶子的画法。现在呢，对叶子这个画法，包括它的结构生长哈，比较。清楚的话，跟老师现在回复一个数字九，咱们还得学一学这个花头。这花头学起来呢，肯定是要比叶子慢的哈。叶茎够多粗，自己去把握哈。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给你们提到啊，咱们画画不是搞科研，也不是搞科学，所以呢。具体的尺寸一定要靠自己去把握的呀。我比如说，我拿这个吸管颜色放在这儿，它叶子这么大，我说大家画的跟吸管颜色这么宽一样，那么你真就能画这么宽吗？啊，假如我给你说叶茎勾的像头发丝儿一样那么细，那你也勾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画面当中叶茎要勾多粗，叶片啊要具体要画多大。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一个理解，你觉得啊特别美的一个角度，那么都可以表现在画面当中。侧面的叶子哈，咱们案例当中是没有的，所以呢，咱们就简单的讲一下侧面的叶子啊，就比较好讲了。比如说这是一片叶子，侧面无非就是这么侧，对不对？你看到的侧面它会有这种翻转，或者是这种侧面，这种侧面呢不是很容易画的，你们现在这个阶段，并且表现在画面当中也不是很好看。咱们在画面当中所表现的侧面呢，一般都会带有这种翻转，就这种，我就从这儿吧，给它让它这么转。那么背面的叶子呢，当然是淡的，正面的叶子呢颜色肯定要重一些，无论是你用色用墨都是这么一个规律。对，这个杨墨同学都知道了哈，我老拿这个炒菜说事儿。就是我只能说哈，放少许盐，真的是总结的特别好哈，我不会说要放几克放几克的。所以呢，我会讲这个叶茎呢略微的粗一点，略微的细一点，叶片呢略微重一些，又略微淡一些。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背面哈，它的正面的叶子呢墨色啊要更重一些。包括这用笔的方向，我刚才都讲哈，这个都是从宽的地方往窄的地方一个用笔。不过你当你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觉得从窄的地方用笔啊比较舒服也是可以的呀，然后再给它勾上叶茎。
液晶呢是跟着叶片翻转的方向去勾的。这是它的背面，这里呢是它的正面。就咱们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翻转的叶子哈，你们知道怎么画的就可以了。我估计这个讲完之后啊，你们总结一下，可以课后呢去摘点这个叶子，翻过来比着画一画。好了，这是那个翻转的，你看这个。这几片叶子哈，把咱们的所有画叶子的一个规律基本上都囊括了，浓的、淡的、干的、湿的、正面的、翻转的，对不对？好了，我把这个先撤掉了，咱们练习一下这个叶那个花头的画法。对，翻过来的叶子呢是浅的，那么这个自然状态下它的生长也是这么一个规律哈。好，那么咱们先看一看这个单瓣的小花啊，其实它那个刚入秋的时候呀，在济南这边开的还挺大的，不过现在呢就已经全败掉了。这个呢是比较幸运的，现在还能有一个花。它这个花呢，你会发现咱们现在哈就来画一个花瓣，揪下来，这是它的反面哈。用什么颜色呢？咱们用到的是朱砂和曙红，想这个颜色厚重点的也可以加点胭脂都可以，只要你把它那种粉嫩的感觉给体现出来就好。好，现在呢咱们先调一个底色，之前我用过一次，用手调哈，很多同学说那个颜色肯定是有毒的啊，我一听，算了吧，就不教给你们这个那么笨的方法了，还是用毛笔调吧。可以略微的加一点胭脂哈。我现在呢是朱砂、曙红、胭脂这三种颜色，朱砂挤的比较多，是刚才画柿子的时候挤的。我家的花好像是芙蓉，难道是自己家的花不认得？加点胭脂，你看，就调出来大概这么一个颜色。曙红为主，朱砂、胭脂为辅，能够明白吧？要说按照多大的比例啊，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而定，咱一次性多调点吧。看我再调一遍，这个曙红、朱砂、胭脂，这个颜色啊，咱可以调完之后试一下，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这个粉色感觉还可以哈、感觉还可以。你像这个花瓣，它偏紫一些，对不对？就可以多加点胭脂。不过呢，我觉得啊，胭脂加多了，颜色有点沉闷，不如鲜亮一些好看。
咱们呢可以用一支大号的尖毫毛笔，也可以用一支大号的白云毛笔，都可以。把毛笔呢首先涮得非常非常的干净，这是咱们刚才调好的一个红色，对不对？毛笔的笔尖儿去蘸点红色，稍微调一调，也非常的淡。这就是它一半花，把毛笔的笔尖收起来，你看这就一个花瓣，对不对？这个你看这个动作，毛笔笔尖不是这样压下去就往回扫了啊！你看毛笔它稍微稍微往前这么一顶，看了吗？往前一顶这么一个动作，哎，压下来收，哎，这一个花瓣，你看它翻过来的颜色是不是就比背面要重呀？翻过来的。那么翻过来这个颜色呢，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笔尖蘸点，看刚才蘸的颜色特别少，笔尖呢蘸点浓的。把这个呢翻转的给它加上一笔，它就反过来了。看到了吧？如果还不行，咱们再用点白粉去勾一下它的脉络。蜂花多少种颜色？你这个问一个北方大老爷们肯定是不太靠谱，因为我本来见的这个蜂花就少，肯定是有白的、粉的、紫的，对吧？这种常规的颜色肯定是都有的。找一支小号的尖毫毛笔，挑一点太白。这个太白呢，浓度我想想啊，这个太白的浓度要就像咱们喝的这个酸牛奶一样吧，这个老酸奶那种比较稠的啊，老酸奶那种，跟这个纯牛奶一样的话有点稀，今天试试啊，就这个浓度。黄花菜有哪都是哪些种，但大部分哈都是以这种粉色的为主，对不对？你看通过这种脉络勾到这儿，对不对？脉络这种弧度就可以把花瓣的一个哎鼓起来凹下去的感觉给体现出来。这儿不是翻过来了吗？翻过来了以后，它花瓣上的脉络肯定是改变方向的，这就是一半花，能够明白吧？这一半花能够明白的同学，现在跟老师回复一个数字7。咱们简单的学习一下这个一朵花。那个蜂花里边的花瓣比较的碎哈，所以呢咱们在画的时候啊，笔触要体现出不同的变化来。我现在开始啊，笔尖去蘸一些这个红色侧锋，这个时候呢笔尖肯定是稍微重一些，对不对？咱们从花心开始，这个哈也像刚才那个杨墨同学总结了一样，你要问老师一个花瓣有多大，里边有几个花瓣，哎，
我只能告诉你，就像刚才你问这个炒菜一样，盐是放多少，我只能讲呢，这个盐适当的少一些，适当的多一些。那么这个花瓣咱们在画的时候把握好它的一个规律，现在看一下哈，规律是什么呢？变化要丰富，点上这一笔，因为这个蜂花你让我每画一张肯定都是不同的，它有个特点，蜂花呢里边的花瓣比较的皱，然后呢很多都是这种花瓣扣着花瓣，所以呢有方的有窄的，比如这两瓣画的这两个呢就是扣起来的，就是它花心位置。周围呢用一些这种有方的笔，有大点的笔触，有小点的，有大点的，还有稍微干一点的，看，然后这个时候毛笔用的水分都没有了，对不对？咱们再把毛笔吸水涮一涮，蘸颜色，错峰去蘸，然后稍微调一调，这边可以画密一些，哎，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对不对？一二三排列，然后这边呢给它再给它破一下，把这个一二三，那么这边画的比较紧凑比较多，对不对？那么这边呢可以用大的瓣去给它概括，时刻想的什么呢？这种疏密的变化，在这上边体现的是什么疏密变化呢？花瓣多与花瓣少，它不就是一个疏密变化吗？花瓣大花瓣小，它不是有一个大小变化吗？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有没有同学学会抢答？这个画花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它的外形啊？它这个外形呢不是一个特别的圆，要让它参差不齐的圆，有方有圆这么一个形状。如果我觉得这个花画的就是整个外形比较生动，觉得呢可以了，咱们就适可而止，就不要动它了。因为你再去加，就比如现在我画的这个哈，如果我再去加花瓣，我就不知道再往哪里加了哈，感觉多一笔啊就不好看，并且呢，如果再想把它画大加一笔的话，这个整个花可能就不是很好调整。现在需要做的是呢，把这个外边翻转的这一块啊，给它处理一下。我刚才就讲了，蜂花当然也可以用浓的去勾哈。那个，咱们一般都是用太白，略微的找一些这种翻转的地方，因为这个是偏正面的哈，翻转的地方不是很多，所以呢，偶尔有一点，并且呢，有些用笔的时候，它自然带出来的笔触也有点像。这就一朵这个蜂花的画法，然后呢用这个白粉去给它勾一下，咱们学完这个花以后咱们要趁热打铁哈，往案例当中跟着老师一块儿去画，所以呢先画了叶子，
里边这个方向啊，要让这个花芯部分有这种包裹的感觉，让它扣在一块儿，花瓣，这是它的一个特征。这个脉络方向不同，一定要注意，不要都给它画顺了。你看，勾上这个脉络之后，它就显现出来这个花瓣的朝向了吧？一定要记住哈，花瓣内侧肯定是变得越来越窄。然后这边勾的比较稀疏一些啊。这个太白千万不要调的啊，太厚了，太厚了之后首先是勾上去比较的突兀啊，然后呢再就是它那个画的时候笔触不好往后拖。花头是哪些颜色调的粉类似的，就是那个朱砂、曙红和胭脂这三种颜色。里边花心呢是用藤黄加太白去画的，非常的厚，非常的亮。你看这厚度，在这个花瓣的空隙里去给它点一下，千万不要点在花瓣上，花瓣把这个花蕊啊都给遮挡住了，所以呢捡着空隙去点，并且呢只在花心位置去点，你别到时候边缘上也长着这个花蕊。镜头下有光哈，打这个花蕊会比较的亮。好了，这就是一朵这个芙蓉花的画法。你们对刚才这种方法呢能够明白吧，同学们能够明白的话跟老师再回复一个数字八好不好，回复个数字八，我简单跟你们再勾一下这个画法，有点问题。没关系的，咱们案例当中还有三朵花，我都会逐一详细的给大家一半半的去画，如果跟不上呢也可以课后反复的去看看回放，好吧，咱们的内容还是继续往下进行的。有一朵花，就拿这一朵吧，这节课的案例我都忘了放上来。找一支啊，尖毫毛笔，大号、中号都可以。花心儿不好掌握，花心儿最简单了。你到时候画的时候，你看哪个地方你空比较多，你就拿花心儿给它堵上，是吧？这个画画的时候，有些时候真得那个偷机取巧哈，从花心儿开始勾。先勾这个花瓣的这种大的外形，利用这个线条的方向不同。
同角度的转变来把这个花的这个翻转呀角度呀体现出来。你像这种这个以速写的方法双勾的办法去表现的，一定要有这个平时写生的基础哈。但是呢咱这种还不是完全的一个写生的画法啊，基本上就是比较概括的一个画法。概括的画法之后还是我那句话，就是掌握好它大的外形，花瓣呢里边多一片少一片啊无所谓。线条呢也要有这种疏密的变化，你看这儿都比较密，这儿比较疏。用笔的这种提按转折，这个可能会学着学着会很那个着急，我怎么就按不起来啊？不是按不下去，提不起来呢？这就是你跟毛笔的一个熟练程度啊有关系。就像那个打个比方，这个熟练程度，当你熟练了之后哈，这个甚至闭着眼都知道怎么去画。你比如说是一个熟人哈，怎么熟起来的，也是一步步熟起来的，对吧？不是说一开始见到就变熟了。这个最熟最熟的人呢，一般这个你听见他的脚步声音基本上都能分辨出来。那么你能达到像这种对待这种熟人的一个熟练度哈，对待毛笔就可以了。你们大家现在还处于一个得听声音，并且呢得听好几句才能分辨出对方是谁的一个阶段，什么时候到达了一种那个一听脚步声音就能分辨出是谁的时候就可以了。先勾外形，然后把里边的脉络勾上。我为什么要勾这个？因为案例当中啊，它有一个花是这么画的。里边的这个脉络的线条呢，相较于它的外形会更虚一些，明白了吧？就是不要勾太实了。里边的线条如果勾太实了以后，它就区分不了这个它的外形和内在的脉络了。画反转花瓣的纹路和正面部分，对，是成反方向。你看这个，它是你看往这儿来的吧，它翻过去之后你看它就往这儿来了，然后这个就用浓墨点它的花蕊。画照片呢也算是其中一种写生，但照片的弊端有很多，它跟这个实景写生呢还是要差很多事儿呢。我也很期待什么时候能带领着大家在春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到户外写生。你们想不想有这种课呢？就是出去写生这种课，我觉得还挺好的。他的梗，还有就是哈、啊，这个花头呢，两种画法也都讲完了，接下来呢，咱们就准备画案例了啊。在准备画案例之前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它花头啊有个特征，就是说呢，下面有叶子，我摘的这个啊，比较有点太丑了，我都不忍心给它拿出来了啊。它这一个枝梢上哈、啊，哇塞，都那么响了。你们这么一说我就更想了哈、啊、它这个地方上边分叉会分很多的花苞，这也是它一个特点，它不是说像牡丹花一样就是一个枝梢上边开一个特别大的牡丹，是不是？它这个不一样，它上边有很多很多花苞，然后呢开完一朵又一朵，开完一朵又一朵。好了，那么咱们就准备画案例吧。枝干你们都知道怎么画的啊，就是中锋用笔啊，
偶尔呢多一些散风。可什么？这么多无锡的吗？不一定啊，根据你用笔的这个怎么顺手怎么来哈、啊。大部分是从花瓣外侧往里勾，也可以往外勾的，全都在这个自报门户了，把自己家那个地方全都给泄露了。我现在简单的记一下你们都是哪的，哪天有机会我就这个凑上半年的时间就可以走遍中国了。我小时候呢就特别喜欢看一个节目，就是走遍中国，哎，就想我长大了以后什么时候也可以这样去到处旅游，然后看到你们这么多地方我就有点心动了。很有意思的是，你们自己知不知道，就是咱们群里很多同学哈，那个有很多在海外的，并且呢他们的这个时差跟咱不一样嘛，就是咱们现在是晚上上课，大家知道这个在美国的是几点上课了，可能得早起。不行，我这会儿幸福的有点慌张。全是我想去的地方。好了，今天用的是一张四尺开三的纸哈，一定别把纸张用错了。其他的那些案例还好一些，这张芙蓉花呢，你要用错了之后啊，真的是挺麻烦的，这样画不开啊。你像藤蔓啊，它可以来回的缠绕，对不对？空的地方呢，你可以让它多一些藤蔓。如果这个纸张用不对的话，画面构图不是很好处理。就中心点啊，咱们就从这个花头位置开始画，这是中心线哈。这个主要的一个花头在哪儿呢？咱们现在哈就来确定一下位置，在这儿。大家看这个纸胶带，差不多就这么大。你的这个盘子呢，小碟子。就跟这个小碟子的外圈差不多大，你可以拿着你那个干净的小碟子在上面扣着哈，那个给它扣个印儿，然后呢掌握好它一个位置，咱们就开始啊。盯准位置咱们就开始了。是我先发现的还是你们先发现的没放案例？放大一点。好，刚才呢我调了颜色，现在再讲一遍哈，最后一遍了哈。曙红为主，每一次调色都会不一样哈，曙红为主，朱砂呢来增加一下它的这种物质感，因为它矿物质颜色，朱砂加曙红呢有点太粉，然后再加点胭脂，所以呢我刚才讲曙红为主，朱砂胭脂为辅。把毛笔扇干净，咱们看看这个颜色合适不合适。还可以啊，咱们就开始吧。颜色管挺习惯了啊。
把毛笔涮干净，毛笔的一侧笔尖儿去蘸笔，红颜色。开始画，从这儿先画一笔。这个中间位置啊，我开始放大一点。中间呢，你看，像这种比较窄的花瓣，它并不是小，而是呢，它通过不同角度，你看，这样你平着看，对吧？它就是比较大。当它立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比较窄，对不对？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比较窄花瓣，而是画的它不同的角度。就是它的花心儿。然后画完这个花心位置呢，咱们继续啊，往外扩，往上，往下。刚才讲的是下边这几笔比较的大，上边呢这几笔排列啊，整像排队一样，两笔。三笔。我这个画头呢，要比刚才给你们比划的要大那么一圈儿。这些花瓣呢，颜色啊稍微有点儿那个平均。所以呢，咱们要找出一些更淡的，在这个地方。好了，基本画成这样呢，一朵花它的外形咱们就差不多了，再去找一找它的细节就可以。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方一些，这个地方圆一些。总之，你这一朵花呀，不一定和老师的完全一样，但是变化是有的。这边比较密啊，这边有豁口，对不对？对，那个，因为每画几笔以后呢，你的毛笔肯定会干掉，对不对？所以呢，需要先去蘸水，然后呢，再去蘸点颜色。这个花头呢，趁着它那个还在比较湿，咱们把一些细微的变化给它找一下，蘸点重的笔尖儿。这个变化并不是很多，不要找太多，找太多之后，它也会变得不整体。变化整体都是在这个花心位置。啊，用这个重的给它点上几笔啊，代表的什么呢？代表这个细微的一个翻转啊。你们认真看，因为这个画的时候的确是需要连贯性，不可以。
不是说我画上一个花瓣，然后要考虑好长好长时间，然后再去画，不是这样的。还记得白粉要调什么浓度吧？我刚才讲了，像那个老酸奶一样。具体我讲老酸奶，可能大家喝的老酸奶也不一样，就像你们家用的盐，每家用的盐这个牌子不一样，这个咸度也不一样，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画面而定。如果你觉得这个白色的脉络勾上去呢比较的和谐啊，这就是最好的。对，齐白石创的这种红花墨液，一直很纳闷，红花为什么配黑叶子。我就打个比方哈，你穿一个红色的上衣，下边穿个绿裤子好看吗？是不是穿个黑裤子还挺好看的？那么咱们画面不也是这样吗？这个色彩的搭配哈，你要红配黑还是比较经典的一种配色的。你看这个地方往里勾，这个地方呢给它改变一个方向，这样它的变化更丰富。我还是讲哈，里边的一些变化跟着自己的画面而定，因为你就是再怎么努力啊，也无法确保每一笔都能和老师的一样。你像我现在画的和刚才画的也不一样，对不对？你们要掌握好它的规律就可以了。甚至这个有条件的同学，从那个趁着这个夜黑风高下了课，去公园里摘上一朵，回来加班画。里边的脉络稍微清晰一些，到了外边的这个花瓣呢，脉络呢可以，让它更微妙淡一点。外边的这一圈叶子哈，它的变化会就会少很多。的确和老师不一样。你看这个脉络呢也可以往外勾的，不是说都可以一个方向都可以的。可以先勾一些这种小的细节，就是翻转的地方，免得待会儿忘掉了。这个地方就勾的哈，有点平均线条，有点平行了。画画这个出问题啊，是非常那个常见的。你就是齐白石画画，他也不是说每一张画都能画的完美无缺哈，他也会有不满意的作品，或者某一笔会出现啊败笔啊，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儿。这是其中一朵的芙蓉花，不要等它半干，就趁湿去勾就可以。如果这个太白色还可以再去给它淡一个层次，这样和这个粉色的花瓣衔接在一块儿会更自然一些。齐白石有个牛屁股卖了6亿，
那个牛屁股画的特别特别好哈、啊，画面很有意境。中国书画当中艺术品，中国那个中国所有艺术品啊当中最贵的就是齐白石的那个山水十二条屏了，打破了好多记录。还是放在这儿吧。那个，咱们接下来啊，画完这一朵以后，再继续画这一朵。这一朵呢，相较于这一朵，主要的要把它缩小一些，它的外形呢更灵巧一些，就像这个，它是主角，这个主角呢，是个大咖，那么小弟肯定不要抢他的风头哈，所以他俩是有区分的，有大有小，他的外形呢更庄重，这个外形呢更调皮，所以这种区分一定要给他找出来。看看位置啊，这是这朵花，然后这一朵呢靠着这个边缘在这儿画，也是从花心儿开始画起。把毛笔啊涮干净，重新开始画。隔壁吵架，那个，你们要不要过来看热闹？我可能上课太温柔了，他们这个使的劲儿太大了。笔尖蘸点比较重的颜色啊，确定好位置啊，先画心儿，看一下，我点上两笔。现在呢，咱们放大一下，不是真吵架哈、啊，是刚才有位同学讲，隔壁声音那么大，是不是在吵架了吗？是开玩笑说吵架，哪能真吵架？就是讲他们上课声音大。这个花心位置呢，给他这么，哎，裹起来啊。靠外的花瓣逐次变淡。刚才那个同学问真吵架，我想起那个课后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哈、啊、那个上课的时候，然后呢很多同学来的比较晚，我就开玩笑讲，我说那个以后谁再来的比较晚的话，下节课就叫家长。然后课后竟然学管老师找我，有位同学呢就给学管老师发那个消息说，他说我不是有意那个来晚的，然后我是真有事儿，并且老师的回放呢我都看了，所以呢那个老师说了，他说那个要是迟到的话得叫家长，结果就给当真了。这个地方变淡啊，我在给你们讲这个好玩的事儿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盯着笔头啊，别在这那个一笑忘了这个老师在画画了。周围的话一定要淡一些，并且呢比这个更淡一点。这种比较淡的才能把它这种粉嫩的感觉表现出来。粉色上加了点太白，然后挺好看的啊，可以，并且啊粉色加点太白你们画起来可能会啊更好控制。要不待会儿那个花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刚才有位同学讲，就是他在那个粉色里边直接加了点太白去画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呢就不要给它画得太饱满，外形呢更有趣调皮一些啊。然后呢画完这个大的外形，再去给它找一些就变化。这个当然也是要趁着比较湿去勾这个脉络哈。这个脉络呢，看淡一点，可以加，画无定法哈。这个经常讲哈，就是吹牛，吹牛的时候经常说画无定法，无法胜有法，是不是？你们这个。也要达到这种境界才行啊，你们现在已经是那个无法胜有法了。所以啊，咱们学基础课啊，就是来学习方法。真正当你学会了以后呢，你还得把这些方法都得抛弃掉。这个呢极其淡的白色，看勾的呢比较的隐约。这些细微的翻转给它勾一下。你看我现在用的一个太白色哈。就不像老酸奶这个浓度了，就像纯牛奶这个浓度了，这样勾上去你看它没有那么的明显。好了，然后呢再把它缩小来看一下在画面当中的位置。画面最右侧那一朵花本来是后来去添加的啊，为了大家方便啊，反正咱这个案例嘛，也都是画好的，所以我想着呢咱们可以先把这个花给它添加上。本来那朵花是调整画面的时候才去添加的，不过呢位置只要安排恰当的话，现在去画也没有问题。咱们呢就一口气儿把这个画头给它处理完了。现在呢是在画面最右侧这个地方画，可以呢画出画面。在这个位置先确定一下，还是从花心里边看这个蘸色啊，毛笔一侧。切记啊，也不要画的太大，画的太大之后又把这个主角的风头给抢了，这样可不行。把这个角露出来哈，更容易掌握它的位置。周围的花瓣呢一定要淡，看这种比较粉嫩的感觉。这一个笔触下去之后可以有多种的变化，看这蘸色那个蘸色的时候怎么去蘸的。先是比较粉的非常非常淡的一个红色，对不对？然后笔尖去蹭点比较重的，你看
这样一笔下去，它会比较偶然出现一些浓淡的变化。这种带出来一个啊比较浓的一个笔触，有可能啊就代表它这种翻转的位置，对不对？这朵花呢画成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翻转翻转毛笔用久了炸毛是非常正常的哈。那个一般炸毛一般不会哈，笔锋会慢慢的没有。如果这个毛笔啊聚不了锋，要么是毛笔质量的问题，要么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把它给搞坏了。一般毛笔是用不坏的，你会发现不聚锋的啊是它的质量的原因。好了，这个非常淡的一个红色，这个芙蓉花我记得上一期同学在画这节课的时候作业完成的都特别特别漂亮，我也特别期待这节课你们的作业，大家就课后啊慢慢画。我发现就是从15节课左右吧往后，我也不知道是大家心理原因还是我心理原因，就是大家的作业哈都变化特别大，都有这种质的飞跃。如果你们觉得老师骗人的话，你们就拿出你们一开始的作业对比着看看。勾的时候呢，这线条一定要连贯啊，不要这个什么一笔两笔然后慢慢的这么去勾。如果你真的是很不熟练的话，用笔也可以这么去勾，不过我认为啊这个勾的更帅意一些，它更符合这个写意画的一个处理手法啊。哦，我好像把这个麦呢放的有点远了。好了，现在呢咱们再来看一下画面当中这三朵花，看看你们的位置对不对。我平时说话肯定得比这儿还温柔。开玩笑啊，看看你们的位置是不是和老师的差不多，不一定说一模一样，差不多就行。好像有一首歌叫什么差不多先生是吧，你们可别到时候再给我叫这个名字。好了，画完这几朵花呢，你们在画的时候肯定是画完这几朵花会啊大松一口气，觉得最难的地方终于画完了。刚才呢我画的这几朵花可能稍微有点快，我也知道哈，但是咱们上课时间真的是有限的，很多同学觉得啊跟不上老师，那么你在上课的时候尽可能的去看一下能跟到哪儿就算哪儿，好不好？有些地方觉得你没完成，课后再给你补充上，好不好？咱们开始画叶子哈。这个颜色放在这儿，墨啊就在这儿哈，你们看清楚怎么调的。我先不放大哈，因为这第一片叶子在画面当中的位置还是十分重要的。
花蕊，花蕊等它干了之后再那个去画就可以。把毛笔打湿啊，然后呢，笔尖去蘸这个浓墨，稍调一下。咱得看看啊，这个墨色怎么样？非洲小卫哥是谁呢？好，这片叶子很有意思啊，它就是在中心点这个地方哈。然后呢，就是中间这一尖儿，再拿叶子出来给你们看看。你看叶子现在都有点干了。墨色呢，一定要多少有点有浓淡的变化。看这个尖儿就一下，哎，扫出来了。这一侧呢，咱们用笔可以概括一点，哎，还可以给它出现一点干笔。你看这一片叶子干湿浓淡这种对比变化全都出来了。虽然案例上的啊跟这个略有不同，我觉得这个画的会更好一看一些啊。画完这一片叶子以后，咱们呢再画这三片墨色的叶子，好吧？这三片墨色叶子要注意它们的浓淡区分，这一片要重一些，其他两片逐次变淡，也就是说这一笔墨由浓到淡啊，咱们一次性去完成。来看一下哈，笔尖儿蘸浓墨，觉得不够重，有些地方啊画的比较概括。这一片叶子呢，笔尖儿蘸水。角度转变了，区分不是很大，对不对？那么再多蘸点水，刮一刮，试一试啊。这一片叶子啊，在这儿，跟它大小也差不多。加个尖儿，你看由浓到淡这个变化一定要记住哈，我再强调一遍，一定要是有浓淡变化的，如果没有浓淡变化，它在画面当中就起不到这种作用了。稍微有点小，可以给它补一下。好了，这几片墨色的叶子画完之后，我得问问大家有没有画到现在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咱们别憋着下课讲了，我现在呢一边画叶子，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跟老师回复一下，好吧？我这会儿那个画叶子可能会更轻松一些，我会看到大家的回复的。接下来画的两片叶子是那个用颜色画的哈，用颜色画的呢，也要区分一下浓淡，在区分浓淡的同时啊，
它的整个色调是偏，就是花瓣还有点问题，这个是很正常的。你要是说这么复杂的一个花头，你一节课就学会了，那也太厉害了。叶子画的比花小，叶子比画的比花小，你就趁湿啊，用大毛笔再给它把外形给改一下，塑造一下，好吧？你看我这个野银，那个是不是？你看我这个是不是野银？你们是不是觉得老师纸好，然后阴的总是跟你们不一样？没地儿了，那就是跟着画没找好位置啊。我想还是挤点赭石吧，在这个盘里。如果那个画面当中问题出现的特别大的话，没有补救的办法了，就是没有补救的希望，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就像那个有些同学问老师，没有花青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去买？那么没有补救的希望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该重画？就这么简单啊。对，重画，你们知道就好哈。李可染先生讲过哈，废话三千，我觉得废话三千都不止哈。这个，我觉得废话3万可能都画不好。也就是说呢，你不画到一定的量，是无法这个对用笔啊有一个深刻的体会的。就是虽然我有些时候讲的吧，可能你们听起来，老师说的轻松啊，对，我能理解你们这么一个想法，所以这个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你能对毛笔能熟练的掌控它，这需要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包括我现在哈，这个一有时间，肯定都是自己赶快去画会画，就画点自己的画。是不敢停的，像那个疫情的时候，我在疫情之前过年回老家，过年回老家呢，谁能想这个过年在家待那么久呢？所以我也没有拿画画的工具，这么一在家一待就待了好几个月。我一想这个，反正我既然不画画，我就多看一些关于画画的这种画论这种其他书籍方面的知识，我觉得也可以去补充，完了就回到济南之后，到画室，拿起毛笔画画，就怎么画都感觉不舒服，怎么画就不舒服。我缓了整整得有一两个月，才找到这个之前画画的感觉。颜色啊，稍微有点太暗了。这两片带颜色的叶子啊，如果你们想把它画绿点，你们就多加点藤黄，还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感觉来表现。这片叶子刚才的形我没把握好，你看现在是重复的给它修了一下。刚才叶子呢是往这一个方向，我现在给它掰过来了。好了，还有一片比较重要的叶子，那么我把它放大一下，位置肯定是比较明确了。你们再看一下用笔。花头的方向怎么来定？你说这个它的朝向，对不对？花头的方向呢？你像这个，哪边花瓣多，它就是冲着哪边的。这边花瓣多，就是离花心的位置。一般情况下是这样，花心在这儿，那么这边花瓣多，它大概一个方向是往这儿转的。那么上方这个，你看，这个花，
上边花瓣比较宽，它大概一个方向是这样的。现在的一个叶子的颜色呀，就是花青加藤黄，然后呢来略微加点赭石，花青多一些。里边的脉络呢，你看，比如说这个花啊，它是一个复瓣的，复瓣的，你看它的花心儿，它就会凑到一块儿去，这种叠压关系，对不对？然后呢，你在画的时候，你一开始画花瓣，可能这一笔画下去，画的可能是这一半，其实它的花瓣很大呀，是吧？在这儿画的是翻转这一半，哎，又画了这一半。你看它们锁在一块儿的时候，方向是不一样的。那么方向不一样，你会发现它的这种脉络是不是也不一样？这个是这样的方向，这个呢是这样的方向，这个呢是这样的方向，这个呢是哎这样的有弧度的一个方向，能够明白吗？那么外边的花瓣呢，它逐渐开放，开放，开放。哎，大部分的脉络呢都是朝外的了，那偶尔呢会有一些小的翻转，哎，给它改变一下方向。好了，这一个哈，它俩是有关系的啊，不要让它这片绿叶子在这儿太孤立了。就案例上这一个画的时候呢，可能要比现在更谨慎一些，所以呢干笔少了一点，我觉得出现一些干笔画面会更生动。你看有些地方我也是需要一笔一笔的去调整的啊，不是说一次性都能画好。好了，这样叶片呢啊，有湿的，有出现这种干笔的，有重的，有淡的，这样就完整了。细心的同学会发现哈，在这个花下边还有一片小叶子，你比如这么大小的叶子啊，其实就算是一个非常小的叶子。咱们整个案例当中这个叶片画的是属于比较正常，甚至自然界当中比这个还要大，露出来了，花下边露出来三个尖儿，对不对？两个尖儿和三个尖儿，咱们笔尖加点水，就用刚才这个绿色啊，可以稍淡一点。露出来这个尖儿啊，证明这花下面还有一片小叶儿。画完这些以后呢，咱再等它干的同时，把枝干给它添加上，然后给它穿起来。还不行，不能加枝干啊，得把这个勾的花先给它画上，再加枝干。勾的这个花呢，刚才我勾过一遍了，我再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叶子的朝向哈，大多数都是往这儿的。这三个呢，它有略微的不同。这个你看，我刚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它俩朝向太一样，对不对？我把这个叶子尖让它往上挑了一下，自己要稍微调整。你看，大部分是往这儿的，这边呢，给它再把这个劲儿给拽过去，而不是说全都往这一个方向。这两片就不是呀。其实这个也能证明一个开合关系，这个叶片呢这是开，那么这边呢也是合，是吧？把这个花放在这个位置勾的，淡墨用笔呢稍干一些，怎么调亮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部分啊被这个叶片挡住了。你的屏幕按了那个，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我没法给你调亮哈。中间呢，给它画上两半啊，就感觉是像啊扣在一块儿的。那个燕燕同学，你可以帮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还真不太知道。所有关于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我都特别笨，包括我给你们上课啊，那个一开始用这个电脑操作什么一些这个软件啊，包括什么的，我都比较恐慌，因为遇到问题啊，我不太会解决。比如那个上学的时候，一个宿舍。我们宿舍四个人，然后三个人每天都在打游戏。然后在宿舍一共待了，我们一共相处了4年，竟然都没把我教会打游戏。这个大的外轮廓勾出来之后，再给它去添加内在的一些脉络哈，用笔要比刚才更干更淡。不是我听话，就是我比较笨而已啊。那个又得讲起这个疫情的事儿了，疫情在家实在是憋得啊，就不知道干嘛好了。然后呢，我就跟我朋友讲，我说你教我玩一把游戏吧。结果呢，就拿那个手机玩了一把游戏，恶心干呕了一下午。我说这是什么情况？他说你晕那个游戏界面，天生的不适合玩游戏。那么，既然不适合玩游戏，肯定就是画画的时间就多了嘛。我也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不能跟你们说啊，我比较那个，你们可以问问你们问科老师。其实我还是有娱乐项目的，上学的时候不仅仅是画画哈。那三位同学，一个在上学，一个在当老师，另一个好像就不太固定。我真的是晕那个游戏界面的。好了，这个呢，其实勾的比较的省略，大部分呢都是把花瓣的外形稍微勾一下就可以，几乎是没有勾那个转折的一个变化，对不对？就像这种转折，对不对？在这朵花上，咱们基本上是没有体现。我怕那个这个花勾的太复杂了，以后大家不太容易去表现。感觉画了个蜘蛛网，其实呢，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之前画过这种勾线的画，对不对？当你的用笔这个线条呢按下去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按下去，它有点宽，对不对？那么在宽的地方呢，其实就把它
这种往下翻的一个感觉啊给体现出来了。你的线条都是很均匀一致的，那么它就缺少饱满厚度。咦，这个叶子啊快干了，咱得赶快勾了，要不然再勾就没有这个液晶的效果了。这个当然就用浓墨勾就可以，我当然是用的墨汁了哈，研墨就是太费劲了。要是有人给我研墨，我肯定是很乐意去用的。自己有些时候用墨比较多的时候，肯定也是用墨汁，就不会再去研墨了。画一些小画可以，画你比较大的画，那么研了一下午的墨，用大毛笔一蘸，直接两下没了。曾经呢，就是我给你们发的那个于西宁先生那个作品哈，曾经那个于老在给那个山东啊某一个迎宾的这种大堂里画画，那么有几个礼仪呢就在那儿研了一夜的墨。他那个砚台特别大哈，就是几个人呢倒班去研墨啊，然后于老去了之后毛笔一拿，这一毛笔下去，然后你看我们画画是不是都有这么习惯，就是一下去沾了很多墨，然后呢又在吸水纸上蹭了蹭啊，当时那几个礼仪的这个表情可以看出特别的心疼啊，好不容易研了一夜的墨，那个去了之后饱蘸一笔没想好怎么画呀，那个墨不能老在那儿在那个毛笔上停留着，然后又在这个吸水纸上给蹭了蹭。这是这一片叶子哈，然后再勾这边，这边叶子你们发现了有什么区别啊？比较省事了，可以只勾主叶脉，这样呢也是体现出来了一种变化哈，并不是为了偷懒，因为当你勾都那个给它勾的特别仔细的时候啊，它视觉的中心点会产生变化，这边呢起到的是一个面，而不是说要非得把它交代的很详细。好了，再来勾这两片这个绿色的叶子。现在倒是有卖那个研墨机的啊，现在什么都有，这个电动的，但那个机器研出来的墨跟这个手工研出来的墨，总之还是有区别了哈。当你这根主叶脉出现一个弧度的时候，它的叶子呢是这种的，这种哎有这种翻转往下垂的这种，你看我把这个叶子一弯是不是就有弧度了，这样它会显得比较饱满。如果你勾的特别直，那么它就是平铺在这儿的，大家注意哈，这是勾叶茎的一个规律。最喜欢的体育项目，乒乓球、台球这种比较小的球我都比较喜欢。注意哈，它的这种疏密变化，叶尖的地方呢稍微交代清楚一些。这个地方为什么不交代了？有没有人还记得？你看当它转过去的时候，这个叶尖呢是耷拉过去的，所以呢咱们就不用再去给它画了。
点上俩点哈，代表着这种虫子啃的豆啊或者什么的都可以，这个叶子。其实这个叶片啊，只勾这个主叶脉就挺好看的。为了这个训练你们这个基本功，咱们这个还是要勾一下。刚才这个叶子的叶脉哈，我勾的有点弧度有点大，你们注意哈，不要勾的那个太弯了，就这一根儿。不要太弯了，这种稍微直一点的叶脉啊，更符合它的特征。好了，那个现在呢，主要的部分都画完了，咱们把这个花苞添加一下。我不说了吗？它这一串啊，有很多的花苞，咱们就用绿色去画就行。它的花苞呢，非常的饱满，因为它这个花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的大。就是一个啊，这么去点，我放大一下，你们看看这个花苞怎么点的。天哪，专门勾个弯的。我就说嘛，我在画画的时候呢，当然也会有些时候出现一些用笔不是特别到位的地方哈。我都很坦白的告诉你们了。我要是说错误哈，藏着掖着，那么就把你们就耽误了。这个呢，先给它点出大花苞的一个大的外形，然后待会儿啊，再去给它塑，用稍重的墨啊或者赭石给它找一下。中间空的太大，我不知道那个，根据自己的画面自己来决定哈。我也见不到那个你的画面到底是大到什么程度，可以加叶子，也可以去补充花，都是可以的。会画一朵素的花，那个这个朵素的花呢，也就是这个水墨的，是这个意思吧？它也是画芙蓉花的一种画法，所以呢，我要教给你们的哈。这边这一个哈，它的。从这儿哎过来，它们都是连在一块儿的。这个花呢，咱们用一个淡墨给它衔接。并且呢，这上边还需要用淡墨去给它勾上两个花苞。它的花托很有意思哈，你看一下。这还有一个要开的，
一层压一层的这种花苞。简单的勾一个就可以了啊，花托。这个里边干掉之后再给它点花蕊，这个花蕊呢就用浓墨去点，可以用一个小号的尖号毛笔。花苞为什么要画黑色的？因为这一组啊，它与这个花呢要搭在一块儿，不能让这个勾线的花呢在这儿太过于孤立，对不对？所以呢也得配上几个勾线的花苞，在这个空隙里的点花蕊啊。花蕊呢也要有疏密关系，在这后边，哎，又露出来了几个。这样就差不多了啊，可以在这儿再露出来几个。所有的花托呢，你们再仔细看一下，我现在给它塑造一下。等它半干，用一个墨啊，给它把这个花托给它提一下。这样会显得它更有层次。哎，这些也要勾一勾哈，这个地方记得给它勾上叶筋。墨色呢稍微有点变化，不要太重了啊，我用一个中等墨色来勾一下，因为在这个地方不宜勾的太突兀。好了，现在呢所有的叶片包括这个花苞啊咱都画完了啊，叶枝干给它添加上。目前来看呢，还是你们觉得好看吗？我觉得还可以哈，就是这片叶子呀，它俩的颜色呢如果再有点区分，我觉得会更好。这个枝干呢咱们用一个大号的尖号毛笔赭石淡墨啊，赭墨色去画。好了，那么这个地方啊，可以先从这个叉往下画，要不然你从下往上、啊、不容易整，画着画着画斜了，画着画着靠左了靠右了，对吧？不太好掌握。一边画一边调整啊，这个地方呢缺少这个花的衔接。到这儿啊，用笔的时候呢，刚才都是以中锋用笔，哎，到这儿啊还是中锋，拖着往后走就可以。把枝干用笔要多一些变化，下边可以出现一些干笔。交叉一下这种干的小枝，找一下它这种变化，包括这种细节的地方哈，可以给它再去塑造，
使其呢看起来更完整精致。好了，下边枝干啊多一些干笔，那么下边这个土坡呢是到最后哈，咱们用一些啊非常淡非常干的笔去点的。这个芙蓉花呢它特别喜欢长在这种水边哈，水比较充分的地方。枝干是用赭墨色哈，赭石加淡墨。交叉的地方不用断开吗？哪个地方呀？啊，你说这个地方啊，因为它不是一个主要的枝干，这个小枝干可以给它顺势给它连过去，啊，就没有说是虚交交叉的必要。哇塞，你们真听话哎！然后每一个。每一次就是老师们这些老师们讲的问题都能记这么清楚，并且啊一个个都跟监工一样，这个老师画画的时候稍微跟之前讲的不一样就会马上及时的反应啊。我经常跟你们讲，包括这节课我也提到过，就是画画它这个方法它都不是固定的呀，都是为什么很多作品流传至今的一些名作其实都是即兴之作啊，比如那个王羲之的那兰亭序对吧，人家这个喝着酒聊着天就这么记录了一篇雅集的事儿，这么就成天下第一行书了。如果他当回事儿啊去写，然后这个全都束缚在这个固定的惩罚里边，可能还写不出这种套路。这个地方呢它俩有点太就是太对称对不对，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咱们需要想办法给它找个作伴的啊。三个那个枝干在下方呢就不至于它太孤立了，这个可以更淡一些。好，这边俩，这边一根枝干，然后呢总觉得有些画面地方还是有点空对不对，该衔接的衔接，该补充的补充。补充什么呢，后来还有一些这个草我都刚才讲了，它喜欢长在这个水边，一般都会种在这个水边哈，比较潮湿的一个岸边，潮湿岸边也少不了这种野草对不对，这个草也比较简单，就是那个咱们用兰花的这种用笔就可以。不过呢位置包括它这种穿插一定要掌握好，就用一个淡淡的赭墨色就可以，墨色和粉色的花长在一个枝干上嘛。啊，你们不要问这个。你可以，你认为它长在一个枝干上，它就能长在一个枝干上。那么你认为它没长在一个枝干上呢？它就没长在一个枝干上。能够明白吗？左下方要再有点叶子。你说这个地方啊，你可以根据自己那个所看到的景色包括自己的画面需求啊，给它去添加都可以的。因为这个画面呢你交代太清楚了以后它就会缺少这种想象的空间对不对，然后一张画面如果交代的特别直接那就有点太不含蓄了，就是中国画啊它讲究的就是给人那种画外这种想象的空间。
这个草啊，怎么穿插几根？从这儿，哎，露出来一个。对。如果那个风花特别靠上的话，就可以画的短一些，这都是可以的。你们一定要学会那个，我为什么老是这种唠唠叨叨的给你们讲这些，哎，怎么着，哎，你们怎么着都行啊，是吧，你们怎么画根据自己的画面调整啊。首先这是一个正确的学习方法，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学习的时间有限哈，咱们30节课，说长挺长，说快哈，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那么你不可能说是离了老师就不会画画了，对不对？那么你离开老师之后，你再想想，哎，你画画的时候遇到的这些问题，当时老师怎么告诉你，怎么去解决的？这样呢，你学习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说单纯的，哎，就会学个啊，老师画的花我也会画，那么自己再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就不会画了，这可不行啊。干笔啊，点点这个下边的。记住哈，千万千万不要太重了。如果你没把握，你甚至你不点都行，但你别点太重了，点太重了它就影响画面了。呀，人家隔壁老师怎么都白白了呢？又抄有那么长时间呢，好了，这么稍微点一下，让这几个这个主干哈有个地面种进去就行。说实话哈，这是要是我画一张创作的话，这个地面呢我肯定会给它省略掉，或者用其他办法去给它再处理。那么对于这个画面构图的话，地面啊只能这么去画了。好了，这个白色的芙蓉花咱们继续用一个非常非常淡的赭石的颜色，粉粉的一个赭石颜色，你看到了吗？非常非常淡，就跟那天染荷花一样，从这个它的花瓣根部啊给它染一下，不要全染，记住哈，不要全染，这样染一染呢更能把它这种饱满的感觉体现出来。等它干了啊就会更好，现在有点湿，会比较的突兀，带着颜色啊。最后一步呢，咱们把这个大家最期待的这个花蕊给它点上，这个画面呢咱们也就完成了。4尺开3的怎么空那么多，感觉不要草正好看，你就可以把草去掉嘛，你就可以不加草。宣卡
我用的是那个宣纸，不是宣卡。底下没有空了，那个地面就不用点了，枝干可以直接画出去，枝干可以画到画面外边，然后地面就不用点了。藤黄加太白啊，非常亮，颜色呢非常的厚，但是呢确保有个笔尖才可以，在一些空隙里哈。不要点的太多了哈。四尺开三的空那么多，你说我这张作品空的多呢，还是你自己画的空的多？挑空啊，去点，但千万不要点的太靠外了啊。它主要集中在花，花心位置，也不要点太多。这个哈，要更少一些，因为它这个比较小嘛，对吧？点上那一点儿露出来就行。那你肯定就是每一个局部都画的特别小，竟然用这么小的纸跟着画，用小纸哈、更好表现，放大更难一些。目前呢，咱们画的是接近圆大的。好了，那么这张画面呢，咱们就完成了。呀，这个笔掉在纸上，你们看一下。这个颜色啊，稍微有点冷，在镜头底下啊。你们画的时候，如果喜欢偏暖的呢，你可以让它更暖一些。这个暖一些呢，就是少加点胭脂啊，多加点曙红。